这是我们的晚餐，最近都在吃草。爸爸，你的衬衫到了。哦，谢谢。这是给爸爸新买的雅戈尔衬衫，蓝色款哦，超凡衬衫，赶紧试一下。100%全棉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看好看，年轻了30岁。小燕，你快看，爸爸的新衣服怎么样？帅帅啊！我也要新衣服。行行行，下次给你买。